大家好，我是 Henry。 春节来了，但是我回不去中国。虽然我今年回不去中国，但是我还是想过一个充实的春节，所以我才穿新买的红色的衣服，还有我会做饺子。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从来没做过饺子。我今天问了我的女朋友怎么做饺子呢，所以如果我能做好看的饺子的话，那都是因为你，谢谢蒙迪。有一次我的老师跟我说，做饺子不难，但是特别麻烦。我们开始做饺子吧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不好看，还行，对不对？不错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太好吃了，真的。虽然太大，还有有点臭，但是味道真不错，完美，我成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春节快乐，拜拜。